总统蔡英文的面册有超过300万人在追踪，啊，少年人上加爱用的 IG， 这个买账的人数最近嘛特别突破到90万的大关，所以蔡总统就要拍影片，要开放给伊的民众，给伊的买账，会当来甲问问题，来当作是谢礼。学者认为，蔡总统这波的操作，唔那会当来冲关到伊买账的数量，甚至有可能会来超过 IG 的买账数。有92万的台北市长郭文铁，在 Facebook 的追踪人数超过300万人的总统蔡英文，雄雄讲家己的 Instagram 马上就要超过90万人，决定要来开放问答做回礼，这嘛是即马真侪网红会用来成马上的方式。号召粉丝哈，它会确实会产生相当程度动员的一个力道，然后也会有相当程度的社群上面大声量的一种讨论，然后很容易就突破90万，那甚至呢还有机会超过柯P的92万。好，这直接点名台北市长郭文铁是假设的敌人，因为伊的 Instagram 买众更加多，有92万人，想要超过这个数字，蔡英文的操作除了增加买众，还有伊背后的意涵。给问的一个操作来说的话，也能够建立他某种程度开明的一种形象，去创造一种话题延伸的一种讨论。凡是是知影少年人使用社群平台习惯的转变，蔡英文在2018年底才重新启用 Instagram， 嘛增加自己经营社群平台营造辣台妹的形象，留下蛮多那种该处理没处理的事情。各项网红合作几啊摆，参加伯恩夜夜秀的观看将近650万。不过，同款嘛挑战过网络节目的郭文铁，是做亲家人蔡志远担任一日无聊影片，观看高达1600万摆，敢若是一个真歹超越的数字，嘛显示这个年头的政治人物，唔然会晓拍选战、拍空战嘛，袂当放松。想讲少年族群嘛真重要。